蛙人跟虾也很 match。纽克北加怎么打？纽克北加你会丢烟就能打了，外场烟全部学一学啊。队友不学，你自己学，学三颗啊，把外场淹满就能打。但真的啦，纽克就是学外场淹就够了。然后内场那个火那个燃烧弹学几颗吧，那个烧白屋跟那个包点上面的就够了，这样应该就可能够打了。基本上可以打到，觉得应该可以打到2000分了吧。这种跟弱弱打游戏，他也没有溜我、啊。宝枪了。对面是回神了，是不是？又怎么了啊？跑我命来！谁抽烟言论，我一定处理，严厉自责。吓我一跳。哎、欸，阿贤，罗杰说冰拳是286，谁逼 T 臀啊？啊，没办法，我就讲了，基本上会喜欢看动漫的人，头脑一定跟我们平常人不一样。手雷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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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我最喜欢的就是 BT 臀了，至少 BT 臀都会抖内，不像一些仇视 BT 臀的人。连抖内跟定位都不肯。那把我淹起来怎样啦？这我要去哪里？
哎，这样子没有甩到。对面是开挂，为什么变那么强？突然打不赢哎、欸！不想预开我，贱人！铁板一个，先奶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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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暗影君王，名字也太中二了吧！暗影君王，他们这看聊天室人就走出来。双包了还在这里看，这紫色北七行不行？I got it！ 看对我拿喷子也太强，狂杀哎、欸！早点拿喷子就赢了，还在那边跟人家拿步枪。